好的，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三个主题。第一个呢，是我们最近5月2号开始的，很多同事又爱又恨的 New and Edit。又爱呢，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界面，看起来充满了挑战；又恨呢，是因为怎么感觉做起来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练习，会发现时间一下子拖得很慢很慢。以前我如果做一个这个 listing add 一个 listing。大家也可以在视频里面看到，做好 web form 一键 upload 就完成了。其他照片呢 schedule B 啊什么很容易，就是花一点时间。但是现在那个 upload 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很多同事打电话问，哎，我照着你的视频做，为什么那个 upload 没有了？所以呢，以后就没有了，没有原因，因为 Travis 说改变，我们就要跟着他一起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先第一个主题 new add edit。当你做好 listing 之后，这个是针对 listing 的。如果你是做买家的，你不需要做 add edit。add edit 呢，就是你做商业出租、商业买卖、卖房、住宅的卖房、公寓的卖房，或者是 assignment 的 listing， 都需要这个 add edit。所以呢，我们点这个 add edit 进来。进来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界面。对于很多做了很多年、几年、几十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同事，他们进来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么，如果我们在 Web Form 已经把这个 Web Form 里面已经把数据已经做好了，那么我们还需要单独的再来到这里，重新把所有的数据再输一次。如果你这个 listing 是从来没做过的话，那么怎么去输？从这儿开始，第一个就是几个选择 by address。如果你有房子的地址，比方说7240 Woodbine， 那么寻找它就找到地址了。这个地址呢，它是直接 link 到 geo warehouse 里面的 row number， 所以很多的数据你可以从上面去 pull 出来。这是通过地址。第二个呢，通过 owner 的名字。所以呢，你可以把 order 的名字，如果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输进去。好了，我们就不练习这个了。第三个呢，通过一个 pin number， 但是这个 pin 呢，平常我们很少用 pin， 所以这个 pin 呢，我们可以暂时忽略。最后一个是 row number， 如果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地址很难搜，我们知道这个房子的 row number 叫 ARN number， 也叫 row number， 这是房子的身份证。就是一个房子的身份证唯一的识别号码，安生注册房屋的，输进去之后大概16个数字吧，输进去就可以把这所有的数据给 PO 出来了。所以这是三个方式。另外一种最快的方式是可以通过 Edit Listing 来实现。Edit Listing 这里面有一个 Search 这个 MLS 号码或者地址，因为这个 Search 之后我们可以用克隆。之前如果在 MLS 上曾经 listing 过的话，我们可以克隆这个房子。我们随便找一个 listing 来测试一下。如果我们知道这个 MLS 号码，然后输入搜索，那么你可以找到它的上一个或者是正在卖的 MLS 的 listing 信息。所以我们通过点克隆，就可以把它数据给 PO 进来，你会看到所有的信息在这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创立。为什么这里创立是颜色是深色呢？是因为它要选择一个 member 是谁。如果假如说这是你的 listing， 你选择了名字，它就会进到 create。所以如果是经纪自己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是 default 成你自己的名字，所以可以通过 create 就可以去创立了。那么我们就来练习一下，假如说创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详细呢我们会不再继续详细，那么大家可以看了之后回头练习一下。但是一定要记得，练习完之后千万不要点提交。有没有人看到提交的按钮在哪里？这个也是我练习很久之后发现的，哎，怎么没有提交的按钮。所以呢，这个系统也是很智能的。大家看到这边一排，这一排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完成，就是跟之前
我们曾经做的旧的 Stratus 的 listing， 它是从上往下，这边是从左往右，所以这里面要全部完成。啊，这里面就可以填详细信息了，那么我就不会再继续详细填。啊，假如说我们已经填完了，照片也 upload 了，啊 ，attachment 也做好了，那么怎么去下一步？我们需要点这个地方叫 validate， 就是它要验证一下哪里有问题。它为什么不给你提交？是因为看到这里所有的问题全出现了。这些问题呢，就是会告诉你系统会做一个自检，检测一下到底你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已经是我们在 MLS 上叫克隆的 listing。克隆的 listing 的好处是这些房间的数字啊，和里面的这个房子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啊，它全部已经 90%， 我应该说是 95% 以上全部克隆进来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验证，看一看这些信息对不对。 location 信息通常这个没问题的，价钱呢需要大家去填，填了之后呢，这些有效期啊什么，相信大家这都可以填，然后继续往后面，这些都不是问题。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我就挑出来有一个是房间，因为这个也折磨我很久。最初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或者是你觉得，哎，这里面的房间可能屋主有一个房间多余的，那么我怎么样去添加？假如说这是一个 kitchen。我们需要从 living room 开始添加，那么我们点一下 add 之后，这里面的是 level living room， 如果是在 main level， 这是一个公寓，公寓的话是 F flat， 如果是独立屋，那么主层我们就是 main 或者 ground， 这个房间的类型它是属于是叫 living room， 我就输一个 LIV， 你就可以选择了。那么它的长度这里记得是 meter， 它写得很清楚是 meter，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用 meter 的输入。如果你之前看到的或者 MLS， 我们看一下这个 MLS， 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是 feet， 你可以把它用 meter 的数据来用。我随便说的，你要自己要确认。这里描述呢，大家可以，就是跟之前的，如果做过之前 Stratus 的同事，我们都清楚。第一个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喜爱，就是第一个，我先从地板 floor 开始。假如说这个地板是 hardwood floor HARD， 那么就出来了。第一个是地板，然后第二个呢是其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feature。通常 living room 和 dining room 是合在一起的 ，combined with dining。下面呢，通常是其他的 feature， 比方说是一个叫 open space 开放式的 concept。好了，它只能做三个不同的 feature， 一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一个是地板，第二个是其他的更重要的，第三个是次重要的。但这三个不是必须的，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填。但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填会，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填，或者没有的填，你可以留空也可以。好，继续可以去下一个 room，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这里因为是公寓，所以我们就用 flat。但如果假如说不是公寓，比方说二楼，独立屋，你可以选择，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房间的类型。比方说这个我们是叫 master bedroom，MAS。如果我们输 M master 的话，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才把它变成了叫 primary bedroom，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一样的情况输进去。大家会发现每一次你加的时候，这个系统很智能，它每一次会自动的给你加多加一个，而多加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已经全部填好了，这个不需要了，那么我们只要点后边这个垃圾桶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房间可能位置，我结果填了之后发现，哎，第一个我不是希望以这个 kitchen 为开头的，因为很多人觉得
living room、living dining、kitchen、breakfast，然后是 family，然后是那个 master bedroom、second、third、fourth，然后采取 basement，这是一个 order。那么我们发现错了怎么办？把它删掉，重新打，太浪费了。看，大家有看到，你把鼠标放在这儿，它有一个四个箭头，四个箭头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拖动。所以，如果你觉得，哎，我本来是以 living 开头，咱不小心填错了，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拖动它来调整这个 order。所以，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对于很多就是第一次用或者是从来没用过的话，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呢，我会花了大概多一点点的时间。好，我们这个呢，其他的当然呢也有很多问题，大家记得只要点一下这个验证 validate，它就会告诉你，系统自检之后告诉你哪里缺失了是红色的，然后通过这个缺失的全部完成，你 validate 之后它没有任何红色的 submit 按钮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鼠标 submit。当你 submit 之后，我接到很多同事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我提交了之后看不到这个 listing。因为之前我们用 Stratus 的时候，提交之后，我数过55秒就可以看到 listing，但是用这个 Matrix 系统，从那个 Stratus 提交大概是2分钟，而这个系统呢，就是现在 Run 这个系统，提交之后，在 Stratus 或者是 Run 或者是那个 Matrix 能看到的时间，你给他半个小时，所以有的同事就很担心，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没有提交，就。第一次提交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给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之后回来，你就可以搜到这个 listing 了。每一次的更新也是一样，大概半个小时时间。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去练习一下。然后呢，当你这个，假如说是我今天做了 draft，我还没有打算去把它上传，那么你会看到这里是一个 draft 80382，可能明天呢或者后天，你说我才。去准备上传到 MIS，那你就可以关掉它了。关掉之后，等到明天、后天的时间，你再回来。然后来到 draft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刚刚你所做的这个 draft。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刚才做的 draft。那么通过这个 draft，我可以继续来做更多的选择。然后编辑好之后，就可以把它提交。当然，你提交之后，如果有任何更改的，你可以通过这个 edit listing 的方式来更改信息。因为我们有些同事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哎，我这个卖掉了，我怎么更新状态？我在这里找了很久，这里不是更新状态，这里也没有 status change，这里更不是更新状态，这里也不是更新状态，到底从哪里更新？很多同事经常。被这个困扰，所以这个更新状态呢很简单，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要找一个我们公司的 listing。好，假如说这是个 listing 呢，是你的 listing，你把 MIS 号码输进来。当你输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 Change Status 就出来了。如果你没有输进来的时候，它是没有的。找不到这个 Status Change，只有当 MIS 号码输进来是你的 Listing，你才可以 Change。这个 Change 呢，跟之前一样，就是把它改成 Sold Condition，大家可以继续往下面做。如果你说里面有一些需要改变的，比方说是价钱要改，一些信息要改，就可以点 Edit Listing，跟之前一样，可以把它 Edit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保存。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New Add Edit，中间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大家可以来练习。但是还是那句话，练习了之后千万不要提交。为了安全，你其实可以用 training model 它是很安全，不会提交的。好了，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呢，add edit 新的 add edit 就快速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可能这个时间很仓促，但是希望大家在
剩下来的时间，有空的话可以练习一下，因为这是唯一你能够用它来做 listing 的一个地方，没有唯二，只有唯一。第二个内容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叫 property land。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经常困惑的问题是，我们来到 listing， 这里有一个叫 property land。在这里呢，以前我们去查这个房子的详细的信息 unpack 的信息，但是现在当我们点进来之后发现变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一切都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 property land 现在它会变成一个叫 property land， 一个是 property land store。 那么这个 property land 会在六月，应该是六月底，他就会彻底退休。退休之后，我们希望他能够把新的 property land store 放到这里来，给大家节约很多时间。哎，真的已经有了，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看来这个设计还是一直在更新的。大家看到这里是 property land， 就是最早的，没有东西的。而这个 property land store 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信息。本来呢，之前我们都通过首页来找，会花很多时间。我也给很多同事，他们说，哎，到底去哪里找，截图去给他们看。但是现在今天呢，真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在 Property Land Store 在上面已经 build in 进来了。所以把鼠标放上去，你看到它是 Property Land Store， 是对的。Property Land， 这个是旧的，可能很快它就移除掉了。好，那么我们就进到 Property Land Store， 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进来。进来之后呢，有很多同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注册过，那么他会要求你注册。注册呢，大概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填一下你的 first last， 还有电话 email。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把你的照片，然后也放上，放上之后保存一下，你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是一个免费的一个。Tribe Member 是免费使用的，所以第一次他要求你注册，你要注册一下。注册完之后，然后进来。因为这是一个他自己直接就 build in 的，所以帮我们省了很多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Townhouse 131， 我们进来看 Townhouse 131-21。21 Street， 对，第一个就是了。那么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找进来之后呢，其实很多同事有一个困扰，就说，哎，什么都要花钱呢，现在这个27块45块都要花钱怎么办？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零元的，不用花钱的。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跟很多同事建议，就说你可以点这个 Add to Cart。Add to cart 之后呢，然后在这里有一个 shopping cart， 然后再 check out 之后点一个 report， 然后 generate report， 那么这个房子的信息我们就看到了它的 roll number， 如果你要做 listing， 你可以用它的 roll number， 它的 legal 的描述 TSCC 2174 legal level， 还有这个 parking。最重要的信息呢，其实我们是很多时候为了看它的这个建筑的年份是哪一年建的，然后呢，它是有几个 story， 然后有几个房间、几个洗手间、几个车位，这些信息我们平时需要确认的信息在这里都有，而且这是一个 condo town， 所以这里的信息呢，平时我们做 listing 啊、做买家经纪啊，都需要去花点时间来确认，确认一下就说是至少帮客户买这个房子。不会将来因为我们的不小心给客户带来任何损失。好了，那么大家有没发现刚才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流畅的，但是有没有一种更快的方式，不用 check out， 不用每次都要找到这个零元，每次再 check out 再花钱，因为这个感觉不付钱，但是感觉好像都在网上购物一样，太麻烦了。那么我们来试一试有没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找另外一个房子，我们找一个独立屋来试一下。
好，假如这个房子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的一些property land 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房子的年份、卧室等这些信息。那么我们就记着，不要点这个 property land，我们要点后面 property land store，因为这一个进步已经帮我们省了很多很多时间了。在这个之前，我们每次都要去到首页，在首页里面去找，找到之后呢，输入信息查。那么今天在这看到这个是帮大家省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很幸运，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培训，看到这个新的按钮出来，点一下进来。进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址是26号 Kingsbridge 1 Kingsbridge 1 16号 Kingsbridge。L4G8N7，L4G8N7，对，这个邮编是对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同样同名的地址在不同的城市，但是这个呢，它是叫 Fun Hill，它并不是写的 Fun。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我就确定它的 postcode，根据 postcode 来确定。postcode 前面可能一样，但是后面三个如果再一样的话，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一样的房子了。所以我们就点 export 这个。这个 report，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怎么样做啊？一路 scroll down， add to cart， check out。那么这里呢，我发现一个更快的方法。大家看到这个 report 的右边有一个叫 assessment detail， 点一下，刚才的步骤完全省略，直接可以在这里下载和打印，所有的信息就在这里出现了。所以这个是省了很多很多事儿，不需要再去 check out，也不用再去。花这个零元去做这个网购了。大家如果没有看清的话，再来一次，找到这个房子的信息进来，进来之后不需要去找到这个零元的这个 realtor 的 report，我们直接在右边有一个叫 assessment detail，这个按钮呢就帮我们省了很多时间，直接进来，不用去买这个 report，这个呢可以打印，可以保存。当然，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很忙的时候，直接为了找这个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记下来，它有没有车库，有没有这个几个卧室、几个洗手间，以及房子的一些 legal 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了很多时间。也有一些同事呢，他们会说，这个房子可能它有装修或者加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装修和加建？那这个里面。基本的 report 是没有的，那么我们需要再往下，慢慢往下，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九块钱，九块钱它是一个叫 residential detail report，这个 report 包括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进来。进来之后看到房子的基本的信息，房子的面积，面积包括了楼上楼下。basement 的面积，最重要的，它是这里面有一个叫 building permit，structure，16年的时候，他申请过其他的一些 building permit，因为这个房子是1998年建的，那么在这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些 city。如果收到，他要申请 building permit，他会显示哪一年申请的，申请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同事的客户说，我希望能够查一下，我希望能够查一下到这个房子是，有没有 building permit，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查。可能有同事说，哎呀，太快了，能不能再来一次？刚才没看清。好的，我们再回来，回来之后。找到这个 report，大家很熟悉了。刚才我们通过这个 MLS，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把鼠标放上去看一看哪一个是对的。好，我要 mute 一下大家，如果谁不小心把它打开了。好，我们进来之后两个 report，一个呢是旧的，我们不用了，它是叫 property land。第二个呢是叫 Property Land Store，Store 呢是新的，我们要用的，所以大家记得就是 Store 要花钱的，
我们就要用。这个以前这个 property line 没有 store 的，我们就不要用它，因为它已经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你打开进来找到这个房子，如果快速的看这个房子的一些描述，直接点 assessment detail， 这个很多同事是不知道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为了这个讲座，我研究了很久，最后发现，哎，这里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所以给大家介绍。然后，如果假如说你为了知道它的面积，很多客户特别对面积特别特别的敏感，你能告诉我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我们说你看一下差不多，因为我们不是按面积来卖的。如果你进来之后看，感觉格局可以，各方面都不错，适合你的这个家庭就可以。但是很多人还是说你要告诉我多大，那么我们不妨可以五块钱买一个面积。这个五块钱的面积呢，这是一个面积。但如果假如说客户说，哦，除了面积之外，我还想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加建，那么我建议你再花四块钱，就是九块钱一起。一起呢，他买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了面积。这个面积呢，包括了楼上、楼下、地下室，以及它有没有加建。但如果你只是五块钱买的这个呢，它只是告诉你一个这个房子的面积，就是1591，就是房子面积，没有说是楼上、楼下，也没有说是地下室。但通常这个面积呢，是包括是地面的面积，是不包括地下室的，地面以上的。所以呢，这个五块钱花的通常有点冤枉，九块钱还是挺值的。如果真的要花的话，买这个，但尽量呢是不要去乱花钱。好，这个 assessment report，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新同事还是老同事，其实用这个非常多，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最后再重复最后一次，我们就要 move 到下一个 topic 了。如果假如说你找到这个房子做 offer， 或者是做 listing， 对，如果是做 listing， 很多同事刚才我突然间想起来，很多同事说，哎，我要做 listing， 这个 listing 这里没有 listing 过，我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首页，Property Land 它是不会看到那个 owner 的名字的，在 MLS 首页进来之后呢，大家看到刚才我点的是最右边，如果你是做 listing， 因为这个 listing 从来没有 listing 过，那么我们要找到 Property Land， 现在的方法还是要通过这个 MLS Service 进来之后呢，去到这个叫 Run。上面 round 的上面有一个叫 Property Land Store， 这个很难找到，但是大家就是多找几次就熟悉了。Property Land Store 点进来就是刚才的这个信息，我看一看这个系统有没有最近在放在工具里面，如果有的话也是一个还没有放。OK，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方式找到 Property Land Store， 打开它。打开之后呢，如果我们要做 listing， 就可以输入它的地址，但如果是公寓呢，就用这个叫高级的 advanced search， 输入这个公寓的号 unit number 街的名字和它街的那个号码名字，进去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信息了。好了，这个就是 property land store， 非常有用，但是最近呢又很头疼的，经常有同事就是问。我马上觉得赶快去做一个截图，告诉大家在哪里。所以，如果参加过这个培训的同事呢，我希望就是以后就是不会再有同样的问题，可以方便帮助大家快捷的去找到这个房子的一些 unpack 的信息。好了，下面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到最后一个话题了。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叫 sky slope。sky slope 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必须的。但是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练习去用这个东西，它是做什么用的？首先我们说它干嘛的，它的作用和 Web Form 是一样的作用，就是做 offer 做电子签。如果呢，你已经在旧的 Web Form 和电子签已经做得非常熟练了，其实这个 Sky Slope 暂时你可以先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假如说是一些新的同事，或者说你觉得，哎，我很喜欢学习的，我觉得尝试一下不同的一些新的系统，
很喜欢去尝试，没问题，可以进来 SkySlope 来试一下。我自己呢，进来做了一些练习，我发现它真的是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太奇妙，真的是太奇妙了。好，我们先试一试最长的应用，在哪里应用？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带客户看的一个房，这个房子，那么客户说要下 offer，我们要下 offer 的时候，通常我们之前就练习说是，哎，看到这个箭头，这个箭头一个红一个蓝的箭头就是 web form，这是我们现在最常规的做 offer 是用 web form 来做，但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眉毛，双眉毛，叫 sky slope。你看到这个蓝色的双眉毛，那么就是一个 sky slope，就是新的表格。一个鼠标放上来就看到了。我们可以点一下进去。进去之后呢，这是一个非常智能全新的表格，所以如果大家用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所以可能呢，详细的不会花太多时间，但是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快速的演练。进来之后，他先问你，你要干嘛？谁是你的客户？因为我们这是帮客户买房的，所以他会 default 成 buyer，他就是我们的买家的。好了，第二个他要问你谁会进入到这个合同，所以呢，你需要让客户找到客户的名字，比方说这是第一买家的名字，买家的 email。如果我有两个买家，继续往下面添加。如果你有三个买家，继续填，所以我就不再练习。这些房子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们跟 MLS 看一下，地址是对的，城市也是对的。那么你怎么去命名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这个property 的地址，这是最简单的，因为每次搜索很容易。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地址，我可能就说是。喜欢用不同的方式，比方有的人用，5月2023，因为有的人希望这个用月份，或者是用其他的数字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在这里重新命名。最简单的，我们就不要去做任何更改，只是用房子地址就好了。下面呢，他会问你用哪一个模板？模板呢，这个是你之前呢曾经要自己创立的。因为我们现在跟那个 SkySlope，我已经跟他联系，联系之后要给我们一些权限，让我们来创立模板，就跟 Web Form 一样。创立了模板之后，我们的同事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模板，直接选用。而这里呢，就是我自己，为了培训，我就自己创建的一些不同的模板。所以大家可以就说是，也可以先自己用自己创立的模板来练。好，如果是有，你可以选择；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点创立。创立之后，因为我是点的没有模板的，像很多同事一样，是没有模板。那么就是我需要自己找一找，我需要什么样的表格。比方说，第一个表，我需要的就是810，叫什么 Working with Realtor，我要。第二个300，要跟买家签买家协议，需要。第三个，我需要630。630呢，就是。第一个，因为我有第一个买家，这个表的好处是630，它会分不同的。以前我们630，哎，到底我填的是哪一个？两个人我填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现在我们就看到它很智能，它给630就是做了标志 A B C D E F，最多你可以得五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买家都可以。因为这里面我有两个，所以我就填两个630，然后。右下角你会看到有多少个表格已经被填进来了，然后呢，我还需要635 receive form，如果做好的话交定金。下面呢，我们才真正的 offer 开始了，801给对方经纪的，然后100是 offer，320 是 cooperating confirmation。如果有的人说，哎，这是我自己买的，怎么办？再加一个160。当然，如果这个我们不是给自己买的，我们就不用加。加完之后，你看到这里面有八个表格已经保存的，我们就去到 Next。
这里面是一些表格，表格之后你会说，哎，我可能会用801放在第一个，801我想放到第一个，哦，没有关系，不用放的，这个我们可以来调整的。比方说，你觉得我先把801这个表格做了，这个大家做过 offer 的都知道，这个表格很容易做的，进来就是填一下信息。然后这个 offer by email 等等等等，无所谓吧，我现在就不填了。这个等于是全部填好了，填好之后再回来。好，有一些卡在这里了，我看怎么回去。好，是在 Forms，因为它这是一个好像 folder 一样，在 folder 里面下面有一些 subfolder，就是一些不同的类别。我们可以通过 Forms 看到我们总共有多少个表格。这个呢就是 envelope，就是它的一个等一下签的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东西在这里。File 的 detail 就是会有一些客户，比方说加 email 啊，或者一些 listing 或者买家经纪的信息。我们去到 forms，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做了一个叫801100630，我们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这是 file 和 send。那么这三个表格会一起进来，然后第一个表格。第二个表格，这是 offer，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拉下来。第三个是 cooperating confirmation。但是如果有的人说了啊，我 schedule B 怎么办？listing 经纪有 schedule B，我就去到这里，to forms 找到它的 schedule B。然后把 schedule B 下载。下载完之后，回到 schedule，然后 add form，那么我就找到 upload，download schedule B，add form，这样的话就是跟之前我们做 web form 一样，就是把这个 schedule B 可以加进来，一二三四个表。那这四个表填完之后，我们就在这里 prepare the signature。我们来试一下。第一个人 buyer，他需要签字；第二个买家需要签字，buyer agent，那么我也需要签字，所以我会加上这个 listing agent 和卖家，我们不要理会他。所以这里有三个签字的人，买家经纪，两个买家。下一步，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有多智能。好了，系统已经把所有的签字全部帮我放好了。检查一下是不是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Schedule A 的 clause 这里面是空的，所以大家呢可能迟一点，我会把这个 clause 暂时先把所有用到的 clause 整理出来，做一个 Word 文档，大家可以在做 offer 的时候把它 paste 进来。那么尽快呢，我们会跟这个 SketchUp 联系，联系了之后把我们公司的模板放进来，放进来之后，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方便大家去做 offer 呀，做这个 listing 来尝试。好了，这些其实跟如果做过的同事会发现，这是跟 Web Form 非常相似的，但它的界面更加清新，用起来更加流畅，而且这里面很多东西的设计其实更加现代，所以有很多东西的改革改变。其实是好的，我们要以这个 positive 的这个心态去跟上这个 tab 的时代的潮流，不管他们是不是怎么样都好，你不跟，不会用就会被淘汰了，所以我们还是无论如何都要跟上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其实详细的呢，
我可能就不会再去详细的讲了，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用。如果做 listing 呢，也是一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再有2分钟，我们演示一下如果做 listing。我们去到工具，工具里面这里有一个 schedule forms。然后呢，在这里去添加 ，create 一个 new file， create 一个 new file，create new 了之后呢，他会问你是干嘛的。那么我们是帮 seller， 然后这个卖家的名字、email， 一个卖家还是两个卖家，房子的地址。这地方呢，它可以 import MLS number。记不记得我们做 web form 的时候做 listing， 它是不可以 import MLS number 的。但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呢？我没试过，我现在试一下。我也是头一次尝试，因为我没有试着用它做 listing。我试一下，如果最近是卖掉的，找一个曾经卖掉的 sold condition， sold。因为旧的 web form 是不可以用 MLS number 来做 listing 的，我们试一试新的可不可以。OK， 看起来是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会帮我们省很多很多时间，懂的同时都懂的。Import， 哦，真的是可以。好了，是一个惊奇 ，surprise。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三个部分，我们很快的就去讲了一下。其实我们没有详细的讲每个步骤，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要怎么去做。当5月2号，我们这个 Stratest Ad Edit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很多几十年的同事真的是依依不舍，再找不到之前那个 Ad Edit 了。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就是要用新的，而这个新的呢，知识会越来越好用。大家熟悉了之后，就会速度慢慢提上去了。刚刚用的时候，我自己大概花了40多分钟到1小时，感觉就是很困难，所以明白到很多新同事的处境，就是感觉用一个新东西的时候，确实是很迷茫。但是不要放弃，一遍、两遍、三遍，尝试之后，第五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容易了。Add Edit， 大家要练习，必须要用的。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叫。Property Land 这个 Store， 这个 Store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三个，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关系到每一天我们如果是同时做 Deal， 每一天帮客户找房子，每一天都要用这个 Store， 是每一天都要用，包括你查信息找这个房子，客户问资料，我们都要用。所以从这个 Property Land Store 里面进来，找到房子的信息，找到信息之后，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更快的方法就是，这是 4v7， 对，找到，可以最快的方式通过这个 assessment detail 找到房子的信息，这样就会帮大家省更多的时间，不用再去 check out，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很重要，找到它的建筑年份、房间号码、legal 描述。如果需要保存打印，如果客户需要就说是我知道这个，我要去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你一定要告诉我，那么我们不妨就是花5块钱去买。但是呢，如果假如说是手头宽裕的，可以买9块钱，因为它有上下两层以及这个 building permit 一些查询，9块钱就搞定了。第三个呢，就关于 sky slope。sky slope 呢，就是我们做 offer， 可以用 sky slope 来做。我这个同事不小心的 mute 掉。好，第三个用 sky slope 做 offer 呢，这是一个很新的，建议大家也可以练习。但是呢，暂时的情况是我们公司的模板还没有完全建起来。我们还在跟他们联系，需要我们得到授权才可以建。如果你自己的话，可以自己创建一些模板，这个模板跟 web form 里面的模板其实是一样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创建模板呢，也不是很难。我刚才好像没有演示，
给大家演示一下创模板。这个模板是自己的，然后点这里有个 template， template 之后 create template。比方说我要建一个帮买家最常用的买房的 buyer， 那这个我是叫它freehold freehold offer template， 这是你自己的模板，所以你可以起任何名字都可以，只要你自己认得。那么我需要什么表格？比方说801 offer summary， 第二个100 offer， 第三个320 cooperating confirmation， 下面810 working with realtor， 有两个，一个 trap， 一个是 aria， no， 一个 buyer， 一个 seller 的。这个也是表格真的分得很好，以前我们 web form 里只有一个，那么它这里分了两个，一个 buyer 一个 seller， 因为我们帮 buyer 所以添加。下面一个300买家协议必须的，下面630分 track 很智能，它分了 ABCD， 如果你一个客户就加 A， 两个客户 A and B， 三个客户 ABC， 大家可以就是很明白。635收据定金收据的记录 receive from record 需要，那么需要加完之后我在这 continue， 就会看到你刚刚创建的模板已经出来了， save template， 大家看到这个模板。那么100里面呢，这里面需要加的 schedule A， 往下因为这个 schedule 是空白的， default 是空白的，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在web form 的 schedule A copy paste 进来， copy paste 进来之后，那么它就变成了模板，保持成模板。然后当你在这个做 offer 的时候，你选择这个模板里面的信息就会出来了。今天培训是有视频的，所以错过的同事不用担心。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了，我们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先把这个 Zoom 里面的问题来看一下。Replicate 就是叫克隆 listing 吧 ，John， 就是克隆 listing。克隆 listing 刚才我已经演示了，就是你在 add edit 里面，它是有一个叫 edit listing， 然后把之前的 MLS 最近一次，因为有的 listing 呢。有的房子它可能 listing 过不止一次，所以如果你打开这个 listing 之后，你看到它的 history， 你看到这房子 listing 过很多次，所以呢我们建议如果你要克隆之前的 listing， 用最近一次的，最近一次它的信息是最更新的，然后输入进来克隆，就可以把 95% 的信息克隆进来，帮你省很多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太依赖这些信息，一定要一个一个的确认，有一些信息可能买家已经更新了，地板装修过一些东西，更新过一些东西，一定要仔细的一条一条的确认。然后这个下面的是 From property land store does it show the current owner's name， 就是那个 property land 是没有秀这个 owner 的名字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这个 Geo Warehouse， Geo Warehouse 是在这个位置，工具 tools， 如果你用 matrix， 如果用stratus 的话，在左边你会看到 link 的下面有一个叫 geo warehouse， geo warehouse 里面是可以查到这个屋主的名字的，但是 geo warehouse 它是有数量的，所以呢有一个小窍门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尽量就说如果用的多的同事你可以尝试一下，比方说我们找到这个 listing 准备下 offer，但是呢你想确定一下这个卖家是不是就是他，那么这里有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放到 GeoGuard House 里面来 search 一下。这个房子是在York Region，所以我们要把后面，你看 D4，我这个 D4 是 Toronto，我要把它放成 Y York Region 之后再搜一下，不对，那么我们把名字调换一下，它是把姓写在前面，那我们把名字写在前面，姓写在后面，调换一下还不对，放在一起。还不对，那个名字多写了一个，对，不是没有忘，没有忘。OK，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叫那个 Lan 天信 Lan，好的，我们这样子来 search 一下，大家就看到了，千万不要点 report，你点一次呢，他就记录一次记录。所以现在就说是他好像是一年吧，就2000个记录。所以就说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名字确实这个地址，就不要点了，因为他已经确认他确实是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去划一个记录，因为会帮你省掉这个一个名额。好了，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如果做 listing 做 offer 的时候去确认一下屋主。啊，继续往下面。这个主板是可以自己配置的吗？自己加各种小块。我们有三个主题，不知道是哪一个主题。第一个是 add edit，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配置的。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叫 property line， 应该也不可以配置。第三个是 sky slope， sky slope 好像也是不能配置的，不过这个不重要了。然后下面是 web form 里面有的 contact 有办法把它 scale slope， 现在的有没有办法把它 copy 过去？研究一下，我不确定。但是因为客户呢一直是往前走的，所以有很多旧的客户可能买了之后暂时几年他是不会买的，所以也没必要去把它转过去。Geo warehouse 和 property land 的区别。其实 Geo Warehouse 它是 Terranet 拥有的，很多律师用它来做这个产权调查和产权注册的，它给那个地产经纪是免费使用的，数量它是有限制，多少个名额。对我们地产经纪来讲， Geo Warehouse 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查它的业主，另外作用就查它的 legal 的一些描述，还有一个是它的 property 的 type， 以及它里面有一些叫 survey， 因为有很多人非常固执一定要 survey， 其实 survey 不是太大太重要，但是有些人一定要要。那么你可以在 Geo Warehouse 里面去查，查了之后去买到这个 survey。我看一下我曾经找过的记录，比方说这曾经看过，这里有一个叫 plan 和 survey， 你就会看到这里 surveyor report 2002年的299。你就可以买了，但是它意义不大。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以在这里去找。不是每个房子都有，但是大部分的房子都有。我的 chart 呢？丢了。好，哇，好多问题啊！下面的问题继续。用 SkySlope 能把过去的 Webform 数据转过来吗？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公司。SkySlope 是美国的一个公司，但是你发现它的界面和它的使用非常的流畅和现代。Webform 呢是那个属于是加拿大 CREA 来，它是属于是 CREA 拥有的，各个省各个 board 的经济都可以用，所以它两个数据应该是不是互通的，但是两个我们都可以用，暂时的都可以用。Stratus 没有 Property Land Store， Stratus 的 Property Land Store 没有啊，让我来挑战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Stratus Property。 其实我建议很多同事呢，如果你正在用 Stratus 的老同事用了几十年的，建议你花点时间要学一学这个 Matrix 或者是 Run 新的系统，因为这个 Stratus 据 Trapped每次培训的时候他说是在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就会彻底的停用了。所以它的 property land store 是在，我们找一个 listing 来看一下。property land store，property land PDR 是的，所以对于这些即将消失的系统，他们也没有花太多精力去做这些重置了。这个 property land PDR 就是旧的，所以如果这个还在用 Stratus 的同事，你一定要回到首页 MLS 首页，回到 MLS service， 通过 MLS service 找到这个叫 run 的上面有个 property land store 来查这个信息。所以还是可以用的，只不过是稍微花点时间。How to load the datasheet to the system? I need to list the new house today. 其实你跟以前一样的 ，Felix， 你之前就怎么做那个在 Web Form 做 listing 还是一样的。当这个 listing 做完之后，就是那个 Web Form 里面的 MLS data 和那个 listing agreement 和这个。分track 的信息填好之后，给客户签字，签完字之后就去到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用这个新的 add edit 来把这个信息填一次。如果曾经 listing 过，你可以克隆之前的 listing， 如果没有呢，就像最开始的时候我所演示的，重新创一个新的，用不同的方式创，地址 row number 屋主的名字都可以创立。 matrix 和 run哪一个好？其实它各自有各自的好处。如果你是用这个移动的比较多的，因为它这个 run 它有那个它的 app， 它这个 app 呢很好的是每次你不需要你 enable 你的那个登录，就是刷脸或者是手那个指纹登录的，每次它会自动的登录的。登录之后呢，它可以根据你的地址，它其实更加的为这个移动来设计的，因为未来这个移动化很厉害，所以呢这个 ROM 是更加移动的，有很多一些好的一些功能 Matrix 是没有的。但是呢 Matrix 呢它也是比较新的系统，比 Stratus 来讲它已经很新了，所以呢大家就说是可以选 Matrix 和 ROM， 没有哪一个好不好，就是其实你现在是可以尝试，每个同事都可以在7月之前20号之前都有机会来尝试，试一试 Matrix， 试一试 Run。如果你还在用 Stratus 的，尽量就先不要用，因为这个呢，有一天会不用了，所以现在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先试试这两个，练习一下，感觉一下。Webform 的 Contact 重新创立吗？可以导入吗 ？Webform 的 Contact， 因为 Webform 每次的时候，我们做 Offer 的时候是把买家的名字输入进去，是不是可以导入？我还从来没试过，来看一下。T， 这个是 contact 在左边，大家会看到 contact 这里。这个 contact 你自己是可以 add 的话 create contact add contact from the Google add lawyers， 这里面就是所有的信息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怎么创立，一个是手动的，一个是从 Google 里面可以创 add， 至于其他呢可能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可以来在这个左边打开 contact 里面研究一下。然后下面呢就是 Webform 的 Contact 需要创立，可以快速模拟一下怎么从 Stratus 转换到 Matrix。哦，刚才那个我好像同事，你进到首页的时候，在首页里面它有一个叫选择 Search Property， 1 2 3 come on， 哦这里 Search Property， 进来之后呢会有三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 Matrix， 一个选择是 Run， 一个选择是 Stratus。 如果你正在用 Stratus， 你可以进到首页再回来，你可以选择这三个不同的。
但如果你已经 default 了 Matrix， 到7月17号之前，7月17号你什么都不做，那么它还会给你 default 到 Matrix。如果你之前是 default 的 Stratus， 那么它还是会自动 default 的，除非你去到 Manage My Profile 里面去选择一下你要用哪一个系统。但这个在7月17号的时候，大家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改变，是七号之前要改变。如果你不希望改变现有已经设定的，就继续用就行了，不要去改。怎么去？基 warehouse 里面看到业主的名字 ，property line 里面看不到。其实 property line 里面它是业主的名字没有。在基 warehouse 是免费可以看，有一定的数量。像刚才的，如果你找地址做 listing 的话，输进去可以确认。新的 listing 还是去 web form 吗？新的 listing 在 web form 和那个 sky slope 都可以做，两个都可以。How to transfer listing cart to run? Listing cart to run. How to transfer listing cart to run? OK， 现在呢就说是不可以 transfer upload 了 ，upload 那个按钮是没有了，就说你还是要通过那个 add listing 重新点一个 add 一个 listing 进来 ，add edit 里面。Web form 里面的 MLS data form 还是 mandatory， 新的 template 没有了，对。这个呢，新的 template 里面，系统可能有一些更新的时候把这个表格给刷掉了。如果大家做 listing 的时候发现没有的话，选择相应的 MLS 的 data form 加进去，手动的添加一下，这个表格还是需要的。如果是独立屋的话，290；如果是那个公寓的话是291；如果是那个出租的话，独立屋的出租是296，公寓的出租是292。大家可以就是输入一个名字，你就可以找到。以前的 Unpack 买了，帮的还没有用完，现在好像没有了，有这种情况吗？周丽，有钱人以前还买 Bundle 呢，免费的已经这样子，你可以联系一下 Unpack，问问他，因为我确实不知道。简单哦，一行。下，哎，周丽，怎么了？没有，那就好呗，那我就去问他们了，我因为还以我为发现说你有这钱次人太不满意好了了，啊。OK，好的，谢谢，好。四个区别，刚才其实中间这个 PROPTX 这个不是一个系统，它你看到点不进去的。现在只有三个系统，一个是 Stratus，一个 Matrix is run。这个 run 和这个 Stratus 现在是在一起的。那么未来会把这个给踢出去，Stratus 就没了。那么只剩下 Matrix 和 Run。Matrix 和 Run 他们是两个选一个，不能够同时用。至少在7月17号之前你是可以用的，之后你就要做选择了。所以这里只有三个系统。Survey 的有效期是多久？Survey 的话有效期。它 survey 只要是如果没有做过更改加建的话，它应该是一直有效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的三几年的一些首发的 survey，他们一任业主还是依然在用。两个系统哪一个更好？没有哪一个更好的，两个都要试一试。其实两个系统都挺好的，比以前的系统其实都很好。因为之前的我也用惯了之后，我觉得改变很可怕。但是后来发现用了新系统之后，哎，这个旧的好像真的。确确实实有点旧了，在了你的这个三囊的 old date form，是的，那个 MLS data form 还是需要签的，一起发给卖家签。Matrix 跟 run 哪个寿命会长一点？哇，这个可要赌一下了，哪一个寿命会长？因为改一次不容易，这个真不知道。但是两个都是后来进来的，Matrix 是美国的一个系统，这个 Run 应该是一个叫 Teradata 开发的一个加拿 Teradata，但是它也是属于是英国把它收购了，以前是加拿大的公司，但是暂时呢就是都是很安全的，可以用的。
现在可以用以前的 MIS 克隆，是的，现在 R 的 edit 是可以克隆的，也可以存在 draft 里面。选了一个以后就不能用第二个了。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它也是选一个，如果不选，它 default 成 status。然后呢，他说的是每一年会给一次机会开放，所以今年的第二次开放的机会现在已经正在处于这个时期，未来是不是会开放，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是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系统，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哪个系统可以专门搜遗产方？两个系统都可以搜的，没问题，都可以搜遗产方。如果七月份不做选择，系统会 default 到哪一个系统？如果七月份不选择的话，如果你是全新的同事，从来没选过，那么它 default 到 rank 和 status。如果在去年已经选的 matrix 的同事，七月份之前17号你没选择，它会 default 到 matrix， 因为这里面它已经写得很清楚了。290不是 mandatory 的。290是 mandatory 的，因为如果不是 mandatory 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屋主，你怎么能够确认屋主，让屋主确认这些信息填的是多少房间的这些信息，我们需要让屋主确认，因为要放到 MIS 的话，不然的话就是放上去之后屋主没有书面的确认，不用 MIS data form， 将来有问题的话我们没办法去有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新的好像不能克隆，新的是可以克隆的，刚才我已经演示了。如果不能克隆的原因我明白了，因为你是后面有空格，当你 copy 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空格，每一个空格呢系统都会默认成一个字节，所以你搜索的时候搜索不出来结果。那个你可以慢慢的往前回，用 backspace 就是删除键，慢慢的删除，删除到最后一个数字，刚才我已经演示了，它就出来了。无论如何 ,Stratus 都要被停止了吗？无奈，但是要面对现实。这个是要问一下 Trap， 因为 Trap 他们是做决定的，但是每一次 Trap 的培训，至少我参加的培训，他们说是年底。是去年年底，大家不要忘了，但是后来他又延迟到了今年年底，所以已经多拿一年了。Matrix 和 RAM 都可以用的，其实如果你更加多的去用这个移动平台，比方手机啊 iPad 啊，这个 RAM 其实还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这个 RAM 我以前也是没怎么用，但是呢我听了一些培训，听培训之后我就发现这上面的功能确实是很强大。里面进来之后，如果你要是做一些搜索，哇 ,12:11 了，我们15分就结束。比方说我进来之后搜索到这是一个什么区，我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区。还是找平时练习的约克区的 Wismer 吧。好了，假如说我找到这个区的话，正常的搜索是这样子的。当你鼠标放在这儿，它可以直接去到 Land Registry， 不用每次都要再去点呢。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如果是去这个 Matrix 的话，每一次还要再打开那个 Geo Warehouse 去查，但它这儿呢直接 link， 因为它就是系统就是那个 Terranet 他们开发的，所以直接 link 进去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好的功能是学区学校。如果我点了学校，我点了吗？点了，点了学校之后，这里面它会出现学校，出来了。
我点这个学校呢，它就把这个学校的范围画出来了，那么这个学校里面的 listing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会帮我们省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如果我在这边点这个学校，那么它的范围是在这里的。还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是它过去一年平均的价钱，大概是什么样的价钱？还有一个它 turnover 转手率，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知道一下这个区它的转手率是怎么样的，你会看到这个颜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个转手率的一个颜色越深，它转手率这个是涨幅。因为有些客户会问，哎呀，这个区可能这个区不错，但这个区里面涨幅比较大的是哪边？大家会看到它的涨幅大的颜色就不同。所以这个是 run 的一些好的功能。当然呢，我也没有经常练，没有经常去用。所以呢，我只是听一些培训，感觉很好的功能给大家拿出来，这是其中的一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因为现在是两个都可以用。好了，现在14分，还有1分钟15分，我们今天的培训就结束了。今天内容呢是比较多，但是呢也很简单，希望大家可以去练习。练习了之后呢，中间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一起探讨。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是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我们很快的六月，我们很快这个月底，2023年的新经济的训练营就马上开始了。下个周，这周应该是，我们很快就开始，希望大家有时间来关注。好，谢谢大家，谢谢 Sammy。我讲两句，就是今天我们有150多个经济参加这个 training， 看来这个 training 还是非常实用的。